你干啥？先放这儿了啊！不是你什么情况啊？哎呀，累死我了！坐坐坐坐坐。先给我倒杯水吧，谢谢。是这样，我调岗了，我不在这儿干了。你疯了？ 你疯了！哎呀妈呀！你以为你想调就调，想来就来啊？我们这都快黄摊子了。哎呀，有我黄不了。你料有吗？你要求还挺多啊。啊？你就能同意吗？哎呀，我就管不了我，我就怕我妈，我妈怕我。那破床呢？你要我没拿，我给你拿。哎，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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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行了，我发誓啊，我这次回来我一定好好干。 少说话，多做事绝对不搞特殊化。先从不用气窗开始，好吗？那不是二少爷，你可别冲动啊！别像那句话一样啊！今天你来当太监，明天大清就亡了。没冲动，没冲动啊！说正事儿啊。我就跟我说了，兄弟要搞死你，真的。音响老师话筒可以开了啊！喂喂喂，好，感谢各位今天的到来。话语银行和联众银行合作，绝不仅仅是拓展更大的业务范围，而是对整个金融行业做出的一个贡献，一个尝试。好，音响话筒可以了。你们仨今天穿的。 像三只小企鹅，说不得正式一点吗？这地儿这么大，你们要来多少人呀？花语林海分行的中高层领导，还有从港澳、新加坡那边赶过来的合作伙伴，加上媒体一百来号人吧。不愧是老牌外资啊，阵仗够大的呀。接个电话。乐啥呢？今天真漂亮。 走吧，别穿了，走不了。刚才楼上来电话说十分钟以后开会，不许请假，不许迟到。开会？针对性很强吗？跟林强他们都准备好了，等着咱们去站台呢。我刚才过来之前呢，专门给他们打了个电话，说实在不行的话，让他们自己先想想办法。咱们俩不去，他们有什么办法？谁说不是呢？行李，他竟然这么搞。 他就不明白吗？他这么做丢的不是我的脸，是联众的脸。我管他开什么会？朱航，你在这盯着，我一个人过去。行，你去吧。哎，陈航，这马上要开会了，您去哪儿啊？你有事跟朱航讲，让开。没有总行和董事长的同意，您去了也是白去。 林强，你说，朱航到底是为什么呀？当时和莫西军聊的时候，你也在。当时什么都谈好了，才会有今天这个签约仪式。你现在不能说不来就不来啊！人家那边很重视，要来一百多号人。你们耍我没关系，可这么做的话，联众银行以后不就是个笑话吗？林强，我刚才电话里已经跟你说过了。
是总行董事会要求我们。林强，你在那等我，我马上就到。我来跟他说。林强是吧？董事长说了，这件事儿必须由总行开会决定，不是一家分行就能拍板的。他认为你太贪婪，捞过界了。下午你就把陈航签过字那份报告送回总行，这件事儿已经决定了，你冲谁嚷嚷都没有用。可这个事怎么？我。有时候下面的人该管教就得管教，要不然以后对领导都这个态度，不像话。那位领导，还有五分钟就开会了。出去。关门。我在门口等。陈。陈，现在还不是撕破脸的时候。海军。嗯？给你舅打电话，让你舅来。我舅？啊，让他来。来，给他。舅也不是管业务领导的事儿，他敢来吗？他，林强，我们领导什么时候到啊？咱们签约仪式10:10正式开始。路上了，堵车。对，他必须得9:45之前到，还有答记者问的环节。放心，肯定到。嗯，他干嘛呢？哦，他刚肚子不舒服。来，对了，行吧，那我先过去了。去，好，慢点。完了，我这不是完了吗？我事业没了，我桃花也没了，我还被捅拉肚子，你俩就坑死我吧！你俩，快这样，来，听我的啊！我给老秦打电话，我逼他来，好不好？就这么定，他不敢急。我告诉你，如果谁都不来的话，不仅咱自己完蛋，咱把人家也坑了。你舅昨天怎么跟你说的？我舅，我没具体说什么呀，他没说什么，没说行李不来这儿，真没说。说就是。他说的就是这个，那怎么办？9:45之前，我要是还没给你们发信息的话，你只能去倒插门了。不是你干嘛去？